暴风城不会倒下。旅途平安，我定做了这个罗盘给父亲当生日礼物，我在前往潘达利亚的几个月前送给了他，感觉像上辈子的事了。自从跟燃烧军团开战以后，我就没有时间思考或喘息，也没有时间哀伤，或许现在该是时候了。谢谢你把父亲的罗盘带给我，睹物思人，让我好想他。一切都是为了联盟，别放弃希望。圣光与你同在，为了联盟。我们的客人来了，这样或许有机会让国王振作起来。我的子民已经受到够多的苦难，如果我能再多背负一些他们的重担就好了。正义是值得捍卫的。吉尔尼斯将重拾过去的荣耀。安杜因不吃也不睡，大家劝他回宫殿，他也不理。不管我说什么，都无法安慰他。我知道他想为父亲哀悼，但国王该尽自己的本分，守住破碎海岸才是第一要务。想办法劝劝安杜因吧。保持警戒，暴风城感激你为联盟所做的一切。旅途平安。国王的高贵取决于他内心的信念，圣光会带来胜利。我需要乔装一下才能在城里避人耳目，我知道该用哪个法术，跟我来。暴风城一直都是我的家，我对这里的商店和街道熟到不能再熟了。就算走在熟悉的街道上，我还是觉得无所适从。他们会害怕是正常的，如果不能在破碎海岸阻止燃烧军团，恶魔就会打来这里，
踏进我们的家园。暴风城不会倒下，国王的高贵取决于他内心的信念。我无法反对那孩子的选择，我父亲牺牲一切来保护他的人民，他是个伟大的国王。父亲的纪念碑移到雄狮陵园后，我就不曾踏进这里了。战争让我心力交瘁，我甚至连哀悼的时间都没有。你把父亲的罗盘带回来给我后，我就向圣光祈求指引，并询问他是否得到安息。圣光却没有回答我。人民喜欢我，尊重我，但是他们不信任我，他们信任的是我父亲。我听到人民的心声了，但父亲的参谋们又怎么想呢？恐怕他们没有那么信任我。我必须知道，跟我一起去要塞。吉恩和费伦似乎在谈论我，不过我听不太清楚。这位年轻的国王会是伟大的领袖，我可以预见。光看幻象是打不赢的，这孩子心地善良，但没经历过考验。安杜因身上的圣光很强，他会是个英明的国王，我们要有信心。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信心，他也一样。安杜因当时不在破碎海岸，也没有亲眼看过我们在这段期间牺牲有多惨痛。身为君王，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会有什么后果。光是一个罗盘就一蹶不振，那恶魔打到城里的时候怎么办？有时候我们必须为自己的信念而战。别放弃希望。朋友，谢谢你，
我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承担父亲留给我的责任了。我一定要去破碎海岸，看看父亲所做的牺牲。国王的高贵取决于他内心的信念，别放弃希望。暴风城感激你为联盟所做的一切，旅途平安，走吧。阿里斯和他的宠物术士成功反转了一道恶魔传送门。状况比我想的还要惨烈。通过传送门，父亲不希望我参战，什么破坏？坚持要我留在后方，因为暴风城不能没有乌瑞恩家的人坐镇。但我在他的眼里发现了真相，他害怕失去我。在母亲死后，我是父亲唯一的慰藉。来吧，我们继续前进。我们派人探查这里，他们却遭到了石化蜥蜴的攻击。这里有些魔法药膏，帮被石化的人涂上吧。暴风城不会倒下。国王的高贵取决于他内心的信念。这里既可怕，又令人哀伤。我一次又一次地从远处看着暴风城的英雄为艾泽拉斯的和平牺牲。父亲不是第一个因为燃烧军团而死的暴风城国王，我的曾祖父拜瑞森国王，还有我的祖父莱恩王，都因此牺牲了性命。我历代先王向来御驾亲征，与士兵并肩作战，捍卫暴风城的自由。来吧，我们继续前进。
保持警戒。暴风城永远欢迎你，我能平安无事，都是英雄们的鲜血换来的。提里奥·博瓦尔，还有我父亲。现在轮到我了，带我去父亲壮烈牺牲的地方，我要亲眼看一看。这里就是他父亲捐躯的地方。他不像我们这样见识过燃烧军团的恐怖。对，我没有。安杜因，你怎么能擅自离开？我必须来这里。孩子，你大可不必这样。最后一刻也不投降。父亲，我做不到，我当不成英雄，也当不成像你一样的国王。安杜因，你父亲壮烈牺牲，我很佩服，他以身作则，想告诉我们，就算在地狱门前，也绝不能向恐惧屈服。该做的，你好啊，朋友，保持警戒。